来玩这个游戏《三国恋》OL 老游戏了，看一下画面是差不多的。前往征战，挑战 BOSS， 上阵了啊！ VIP 或者是等级大于20就可以跳过了。仓库这边有碎片召唤，升级一件穿戴，挑战 BOSS， 把角色再派出去。像我两位了啊，好厉害哟、这战斗吓到我呢，没有都洒出来了。街市就是商店的意思啦，烧酱抽，还是紫色的角色，没有五星角可以让我用吗？快来领取你的奖励吧，赢，记得天天来看看哟。玩个老游戏，割割韭菜，你说好不好啊？好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割割韭菜，玩玩老游戏。零售启用，是全屏大招吗？还是可以考来一次？出现一个坦克了哦，夜游风格。当时这款游戏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人气度哦，只是现在来看啊，画面就是太老旧了，您说是不是啊？每天出行扫荡，进行扫荡，组成豪气50抽，来了，十连抽要给我五星了哦。你看，这个都是你们的剧本了。这五星角是谁啊？魔张角，张角怎么长这样、太过分了！升完再进阶，一件穿戴，再升到破产，进行战斗，下阵，一个张角出来秀一下就行了吧？一个张角秀起来，张角输出，哦，好给力哦！今日目标也解锁了。手厨是给谁啊？其实目标好了，手厨果然是赵云，这样子大家会更想要手厨哦。七日好礼哦，貂蝉啊，第四天就会送了，第二天送谁啊？不有名啊，第三天送姜伟，第七天呢？还有 SSS 五星滑雄，差不多是这样啊，可以卸载了，大家拜拜。